美食不想做，拍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经常请朋友还有女孩子出去吃饭，然后呢，请我父母出去吃饭的机会非常少。正好我知道我们这个小区门口有一家这个土菜馆特别好吃啊，今天带我父母一起尝一尝，让他们也尝一尝外面的土菜。爸爸吃饭吗？你管我吃饭没吃饭干啥？我请你吃饭。这还差不多，成天请人家男男女女乱七八糟吃，好，请我吃好了还差不多，吃的总是了，走。今天来吃的就是这家花溪土菜馆，我家门口，这真是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宝藏小店。老板哪里人啊？合肥的。合肥人。这个菜的口味是哪里？是合肥这边口味吗？本地口味。上次来说，你说你家店开了多少年了？在这里？三十年。三十年，那看老板的这个年龄也没多大，50多岁啊，40多岁。啊？60了。60了，看着很年轻啊。这个鸡不就是菜市场买的那个叫土公鸡吗？土公鸡啊，不是土鸡吧？土公鸡啊。这一份地公鸡卖多少钱？58。58是吧？半只鸡啊。老板，这个案板也非常的有历史感。嗯。放的是姜大料，是吧？放香，对。啊，把那大料放里煸一煸，对，把它煸香，把它煸香了，煸出味道出来。加点鸡精豆瓣，放点酱，加点黄酒，放点酱油，嗯。少放点盐，对，放点碳水爽，放点葱，打个鸡蛋，对，放一点盐，对，这是我们侄子搞的。这个比较有味道。今天点了四个菜，这个地锅鸡，还有牛腩。地锅鸡呢是58块钱一份，它这个地锅鸡饼子跟人家不一样，它是属于用的那种鸡蛋饼，我上次吃过，特别好吃。特别是这个牛腩啊，我上次吃过一次，78块钱一份，应该是有一斤多。这个盘子非常大，然后呢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牛腩，上次记忆犹新。还有一个素菜，加一个给我爸点了一个这个黄瓜，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哎，你咋回事？啊，我还没倒了，你吃？自己也吃的。我不吃。吃饭就是老吃。啊，你吃。吃我吃牛肉吧。吃呗。你吃牛肉这牛肉。你吃牛肉这牛肉好吃。你吃牛肉。你该吃饭。对，这个牛腩特别好吃，这块吃了吧？来。他这个饼子跟人家地锅鸡不一样，他是自己炼的鸡蛋饼。鸡蛋饼本身就带味道，嗯，真适合我的口味。嗯，那华丽，你要每人给你尝一点，你给他不一样，到底在僵持，你就尝试。你吃那肥吗？你老子是
万里云来，是吧？您今天又拿了份儿。来个俺给吃点云南的。就一说这个他就得买一个，自己没找什么个人，断了。你自己干自己来，你自己整。没事。跟人家吃，跟不是吃面点是。这家店虽然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但是这个手艺说实话真是不错啊，特别是那个牛腩吃起来带点微甜，哇，那真是用合肥话说叫化掉了。地锅鸡也与众不同，那个饼子啊，它是用那个鸡蛋饼，特别好吃。这是武汉是我唯一一家发现的一个宝藏小店啊，